大家好，我叫玛莎，这只猫是我的，它叫莉亚。现在我开始读一段故事。我想出去玩，我想出去玩。外面天气太热了，天空是蓝色的，天空有很多白云，不下雨。今天天气蓝色了，我想见太阳、白云。绿色的草，我不能在家玩儿，这样生活很无聊。我在家里平常睡觉或吃饭，但是我不能出去外面。我害怕遇到狗，因为我不喜欢狗，所以我得留在家里。在家里，我能怎么玩呢？再见。